当歌手现场去掉伴奏，差异有多大？美丽牙用实力告诉蘑菇，日本假唱是真的犯法。直播清唱清雅，开口直接也清回来。谢娜的菠萝菠萝蜜消音后，不仅变成了电音嫂，还惊现两个人设。周董的歌遇上消音，明明是原声清唱，但呢却自带 BGM， 可还行。我知道永远遇见对白，知道我给你的伤害，我原谅不了我，就请你放走我一步。张韶涵无伴奏版破解，吴秀英现场吊打一大片声卡战士。抬头乱一转，不休回首，你在我左右，击坏命运的诅咒，战鼓是不朽，无悔在放肆狂涌，守护你一腔孤勇，哪怕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退后。而同样是吃音响长大的周深，纯人声输出，一开口就用实力告诉蘑菇，伴奏真的很多余。不管风月，我继续等你回，全笔一句难辨浪线点，情字和节奏落笔都不对，而花独缺你一生的了解，你真的为什么流星把我就这样抛弃，我真的为什么出息对你欢放不下去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